刚刚列车长的把一十年关闭车门。八七年8月29号。不好意思。喂喂喂。可以的。8月29号，潮州，潮州站啊，11:27和8:167哦，等一下等。拜拜，再见喽！167B4，回送，准备入库的红斑马之桥，ENC1200型，ENC12031604哦，167B4，啊，彰化发车，经由西部干线开往潮州，红斑马之桥再见，酒量编组再见。11:27在终点站潮州站驶离哦，然后会先去那个潮州机务段。重点列车毕业证。不知道何时会退役，但是能够记录现在记录，保存时刻就很感动。再见再见，167次再见喽，拜拜，167B次，回送，入库的红斑马之桥在潮州站终于驶离了，难怪之日再见。然后这边是122次哦 ，PP 自强号，江山看基隆，红斑马再见再见，红斑马再见喽，晚上见喽，再见。